风寒，揽着阮心肝，今夜的心碎，谁人看？刻在命运的形影，用情写孤单。感情线，目睭是你的风声，风若过，心如寒，相依偎。扛着双人白日命，我用泪来照镜，你的情藏在哪？牵挂，幸你对我爱一半，不愿予人再叫我浪子啊。回头看，拢是命，用心走出有情的天下，我是我。谁提醒我了？我妈的事应该有责任的，是杜仁的。所以今嘛，我写杜仁的生肖，我直接上医院老汉报道。你看，我对你不要讲我好，我把杜仁的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你也敢说这条啊？
是你啊，不要让我不开心啊。韩姐，来到盖克杜仁德近前，可多有风过后，虽然没有杜仁德，但我只不是可以。是。杜仁峰，我今嘛就陪着你吧。小白哥出生阿姨就安尼关心啊，实在是会突然啊。邓女士，你是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想要为后生回头。问题是这吴先生到今嘛赶快几百步，我想要替邓女士干嘛不等？阿姨真正是一个真好、真善良的人，而且伊嘛真要叫我搬到来带囡仔，佮一直交代吴先生袂用去伤着我。但是我父母跟他说我孩子一定没去了，就让他这样看过离开了，说起来我实在对不起他。淑慧，原来你爸肚里的孩子早就没去了。之前我跟吴先生冤家的时候没说他去弄掉，你当初孩子就一定没去了。他们干嘛因为呢？我当无顾虑，专心专意来对付吴全胜，伊也唔知影这件代志。但我想到今嘛，我也当对付吴全胜的武器，所以请您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对了，阿姐，吴全胜伊妈的死对伊的打击真大，伊一定会把这笔账算你去了。你敢要去劈一下红头，卡免伊找你的麻烦。我不怕他来找我，但我怕怕的是他找不到我，他从他心内怨气出在瑞丰的身上，变成了瑞丰的这条鬼了。所以我没想要什么，但我要更加积极去面对他。老师，这样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跟他做伙，敢不是危险吗？我想过了，刚才说我现在是一边理想的爸爸，应该不敢真的对我安怎，家家啊是去修理一下。只要心内怨气会用得消，莫去找瑞丰麻烦就好啊。啊，不过即卖伊的情绪一定真无稳定，这也是爱较细腻。老师，还是我不会等你出来找伊啦。唔免啦，我家己等你就好啊。你大家放心啊，我会做我家己安全。其实等到我现在较烦恼的是，进前邓女士在的，所以吴全胜也不敢做了太过过分。啊，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无顾虑啊，恐惊什么代志、什么手段拢做出来。所以咱就要赶紧想办法，找到瑞丰，紧甲伊救出来。阿姐，你放心啊，我跟阿浩会继续跟踪吴全胜，阿哥有韩姐，想办法找到瑞丰的路。俺就辛苦你了。我想等。啊，谢谢。是啊，你喊我明仔载陪你出去行行的。无啦，我当然想要陪你出去啊。啊，不过。啊，我已经跟阿亮约好哦，买道馆了呢。啊，拍摄啦，阿亮怎才补上你？好，拜拜。我今嘛爱尽量避免甲火影见面，若无两个查某的约会，安尼真正足难求的呢。虽然对阿哥有淡薄仔歹势。啊，不过即马只有叫阿哥辛苦，
才有法度报仇啊。阿哥，你既然为着要甲做伙去道馆，啊放弃甲功夫姐做伙约会机会，欸，你敢真正有遐尔介意我？无你是搁去卡着因，还是去有相国讲着啊？无啦，我是因为哦天气伤热，无想要出去晒日头啦。卖，就算讲你敢再去道馆，卖晒着日头啊？而且你啥物时阵敢晒日头？你到底是啥物时阵变甲遐尔外刚内娘哈？你唔是阿挂着？到底是啥？把你的面骨切了啊！你到底是啥啊？讲讲讲！啊，足疼的啦，放手啦！啊，哎，啊，足疼的啦！哎呦，佮甲你讲足疼的啊！啊，陆怡，歹势啊，遐伊话来教教你，是安尼啊，因为明仔载是阮在名单。我想要做蛋糕给他，不过我的糖都要用完啊，所以想要向你借糖啊。哦，我来听。老爷，你借糖我是无问题啊，问题是哦，我就含在伫个厝诶煮食，所以嘛唔知影是不是有糖。我想看卖吼。啊，我想着。顶边哦，我去买咖啡的时阵有较小摊，加提几包糖啊，我去找看卖伫倒位。哈，糖你家，拢提一样啦。啊，遐尼济哦，我无需要遐尼济啊。不要紧啦，反正阿亮哦，伊爸无咧煮食，阿可能爸怕酸啊，用提去啊。香哦香哦，反正我嘴已经足惊啦，搁食糖哦，到时哦得糖尿病，安尼唔好啦。提起提起，好。是讲哦，阮家当时有遐尼大罐的糖，我拢知啊。那呢，我就无客气啊，多谢你。哎，我是一个人，那我顺便多谢啊。你什么时阵变到甲陆怡是一个人哈？啊对，我今嘛甲慧你交往啊。啊，慧英哦，之前是陆怡的大哥，所以安尼算起来嘛是一个人啊。啊，你讲刚才无唔对啦吼。陆怡，你一个人要做家人哥，一定做辛苦的吼，我会甲你斗三工啦。啊？真的好意思啦。哎呦，你搞客气啥？规日哦，我今嘛无本代志啊，而且。你常常拢会甲伊做蛋糕的步骤搞混，我会甲伊看头看尾哦，安尼物件才袂拍算啦。那么就阿亮啊，行啦，来，哎，奇怪，这个阿哥当时哦变甲甘露一样尔好啊，而且因迄种感觉。不是参照男女朋友的那种感情，类似那姊妹伴的感觉的。这面糊哦，爱泡加温，这烘起来哦才会水，才袂掉顶，啊，食起来才会绵啊。爱你了。
歹势啦，我拄只看到你，袂输看到阮姐，应该是我想过思念伊啊。不要紧啦，你会把我看作恁姐，表示你做心灵无碍，我做阿姨。阿哥，你是为什么时阵开始会晓做蛋糕呀？阿爹，我在你读高中的时阵，有摆去蛋糕店哦，阿哥讲，阿学过一点啊。哦，我记得，较早我常常跟阮姐做一做蛋糕，啊，不过大概做，我大概失败，所以哦，阮就讲，阮是白痴菜鸟当五星主厨。是我跟阮姐讲过的话，你哪会知影？阿德，之前跟你姐姐来讲的时阵，伊捌甲我讲过啦。阿德哦，爱讲恁坑买烤箱，阿无打给帕森啊。好吃吧，试吃看看就知道。嗯，好吃的。我就喜欢这种哦，不太甜，啊，哪一位哦，较重的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这个口味哦，你姐姐一定很喜欢的。哦。姐，你有看到无？明仔载是你的生日，我就把这个蛋糕摕去给你过生日，你一定足欢喜的对无？若雨，阿伯，明仔载我陪你去看恁姐姐。啊？你要陪我去？为着爸爸代志啊。好啊，那你就麻烦你啊。今仔时间无早，来我先来啊。我送你啊，免啦，啊你家家的物件收收的，我给你带就好啦。哦，那恁先见。嗯。全部啊，唔就是我做生活时阵戴的。李婉萱、郑毅、林海秀啊，啊个温妈，我绝对袂予你两个人好食去。处理你妈，有事今仔别回来。这顿就像如属于贵姓的代志。我真抱歉，我真嘛无希望代志变个安尼。我不是叫我卖命，你怎就叫我卖命？杜仁德，你这还想卖红酒？我替我报仇，我一赔命。安叔，你
毋是真嚣掰，啊即马可以刷包赶快朝我爬。吴先生，你妈妈过身的代志啊，我真正是感觉真实的。俺哥无道理话，所以若是你怕我，连个处理是蛮万块。还蛮好，至少我是蛮感觉较好。你在笑呀？你俩做我唔知啊！你是烦恼甲憋着啊！我会对杜月峰不利。你甲杜月峰真正是命硬，是我拢同款。为了保护对方的性命，甘愿牺牲家己做沙包，和我连困。那么杜兰达，你卖俩做我拍鬼的，给我消毒，我心中万分。先生，这件代志是我个人意见，跟瑞丰完全无关的。若是你真正想要报仇，你就来找我。只要你莫伤害瑞丰，你想要对我安怎拢会呢？杜兰德，你敢知啊？我真正想要马上杀了杜兰丰去啊！我的心思恐怕亏心的。可是我真正安尼走，对你是亏白了啦。对的，你即马手头不明红白，玉石是我一面，所以我不能来欺负你。我要和你打交，我来死在我心痛苦中，我要你感受。来处理。听起来，瑞丰暂时也不是命危险。吴先生，你唔通假使瑞丰在你的手里，我就无你的话了。你唔通袂记，我刚刚有真济资源。你若是敢动着瑞丰一支头章，我会叫媒体24小时把你订好掉。到时阵我再看你，要用对一个身份去甲你妈碰到。爷爷，啊，你是要叫我？我爱干干，有嘛意思啊？你也是会惊你哦。突然的，警告你哦。你直接干你走，我的马上替杜瑞峰办告别式，我娘娘太当道。阿奶奶得了几个麦，看是你妈妈死了的你较晓，还是瑞峰死了的我会较恐怖。电话无紧，我就起来看卖啊。想袂到你还袂下班呢。嗯。哎，佩佩啊，你已经是董事长啊，下骹手人遮尔济，唔免什么代志拢家己做，敢有需要这边啊？
无啦，我就想讲，甲手头工课来做一个结束，安尼哦，就当去美国照顾陈玉啊。哦，对啦，你食饱未？我未啊，你要请？嗯，要说个杜若峰的代志，因为你会当三工，才会当这样顺利。我本来就要请你食饭啊。我看吼、哦，择日不如撞日。我的工作做到差不多，你等我一下，咱做去吃饭。好啊，没问题啊，你要请我吃饭，我一定等你啦。嗯。喂。谁啊？啊，我水灯，我水灯。贝贝，海姐啊。啊、我出来有这个事，我先要等你处理，我无就陪你吃饭啊。什么事情这么紧张啊？我陪你去啦。啊好，啊落去再讲。啊。阿玲啊，你唔好啦，真危险咧。红诶啊，啊你岁数比我大，叫我头家嘛？啊你敢袂敢安尼就该要呀哈？唔叫你头家嘛，无想要叫啥啦？你叫我少年嘛，安尼我感觉少年，我心肝内蛮较欢喜。扫扫去，扫扫去啦。啊，你扫啊，当然好啦。啊，头家嘛，头家回来啊，车就停在门口。赶紧，赶紧，各就各位，各就各位，赶紧，赶紧。来来来来，头家嘛，我想到这代志哦，我娶我一定会娶啦。我知啊，我实在哦，那就对不起哦，你爸爸妈妈啦。你看啦，啊，你也无歪嘴抹鼻啊，啊，我心中哦，啊，比别人搁较缘投呢，那个一句，搁无女朋友啦。哎呦，我知影啦，拢是我甲你拖累着啦。若是无我，你都袂好，甲即久也袂结婚啦。我拖累你，拢是我害你的啦。你哦，你都好去死死煞煞去啦。你都已经结婚啦啦。唔嘛嘛，你莫安尼甲我吹好无？我无病。干咩？你看啦，啊！你高中的时阵哦，啊，这呢最查某囡仔，你身躯变安尼踅来踅去，啊！我足惊哦，你高中我袂毕业哦，啊，要做老爸呢。你看啦，啊！你即久恁的同学，大家拢结婚生囝，啊，剩你啦。啊、你可是老海卡啊，这个我就较无闲嘛。是啊，阿妈，闽南的条件这么好着，唔敢交我女朋友啦。啊，你是阮阿伦的朋友是无？啊，是个这么水，啊个这么有气质咯。阿伦啊，嗯，我女朋友吼，就较早娶回来啦。我那边演技出演家吼，你感觉我要死哦！哎呦，是啊，啊，拄则你是用演的哦。阿妈，可拜托嘞，这么危险，但是卖搁做啊！我真正太想要叫你惊死呢。我无出这怪招，
啊，你来，快点操我心点。人讲吼，不好忧伤，无忧未呆啦。你无操我心点，又是不好。就一些假，啊，你叫什么名？啊，你干嘛？啊，现在是谁？多久啊？啊，你有吵哪轮？去给恁厝的人看无？阿妈，白白吼是朋友，不是女朋友。白白，嗯，我这名听起来哪这样写？是刚高中的对无？啊，有一爿阮阿伦哦，正喺高中的同学在厝里佚佗，啊，去遐遐边啊烤鱼肉，啊，佮钓鱼。嗯，你就是迄个佩佩对无？是啊是啊，是我。阿妈，你记伫遮就好呢。我记伫当年嘛是好啦。遮尔久的代志，你佫会记哦？我当年嘛是会记的啦。我阿伦哦，啊，带遮尔侪朋友来厝诶，样子喏。是哦，安尼哦，一直给你看，一直给你看。我知哦，对你有意思。我阿伦给你看的时阵哦。阿脸就拍死，阿脸安尼洗过去，阿脸红红，阿你讲温温啊笑，我就知呀，你对我阿伦样子嘛就介意对不？阿妈，我跟明伦是普通朋友，我结婚啦，你结婚啦？哦，你嫁人啊？哦，哦，哦，婚事干，爱情啊，靠！好啊，你家只顾我，我无女朋友啦。你想哦，啊，你是不是高中的时阵，啊，你头发温都用完啊？注定你一世人做罗汉卡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即摆明伦跟阮这林朋友心里也来往哦。阮朋友就一个真好的女医师、女护士，条件拢真好，我会替你注意，互你找一个真好的顺心妇。真是的。哦，你工作较辛苦啦，你甲阮阿伦介绍，迄乖哦上重要啦。啊，我要求吼嘛，袂讲盖棺啦，爱生好生啦，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阿妈，你放心，相信我的眼光，保你满意。哎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哦。都安尼背脊管哦，这卡塔呼这个哦，你就听就酸的呢。阿妈，阿你的卡塔呼不爽快啊？嗯，啊前一阵嘛吼，就整黑人工关节啦，这个我干嘛酸软啊酸软哦？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嗯，阿妈，我们朋友真好的保健食品，对这卡塔呼真好，我连刚头你吃。好啊！多谢你呢，我专工陪我回来，安来阮阿妈。你阿妈一点仔拢无变，我还记得高中的时阵，大家去恁兜佚佗，你阿妈就足活泼的，无想到经过这么侪年，是同款啊。无法度啦，啊，我阿妈迄种过动老人镜头哦，那家家像都无得控制啊。伊在关心你耶，我想又是着一个考试。伊
是不甘的，伊是怕讲，若是有一天伊是离开，你一个人会足孤单，无人会当照顾你，所以哦，才希望你紧娶某生囝。这我拢了解啦，啊，不过缘分这种代志，就是我都勉强。伊安尼做，等到我的压力愈大。好啦，莫有压力，规定阮这林美的女护士、女医生，叫你阿坐着，我替你注意，你的幸福交给我。好啦，时间无早，我送你等。嗯。杜仁德，你老翁老，那他个真白，害我今麦规身躯我咧疼，你敢对我动手，我一定敢袂吐出来，那无我就无性命。是讲，杜家这对爸仔囡仔真尔奇怪，杜瑞峰要找人，杜仁德要救人，到底是咧比什么救？啊，说啥去啊？不是邓秋香今麦嘛已经过身啦。那钱啊，我背起啊。金钟国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你放心，我不是要来找你麻烦的，是有人拜托我来送物件给你。无代无志，是想叫你送物件过来，你卖了加贵加怪。你做人那是光明正大，我加贵加怪你都唔免惊。你若是心术不正，做鬼歹代志，那呢你就要烦恼，有鬼怪来找你。明天看你家，家你拍鬼来看，我想来了。像是安全帽啊，一顶安全帽，但今年也未行。真好可怜，朱若曦并未得一根死啊，那可能叫人家来好啊。这正是朱若曦的命，大家送你。朱若曦，你活的时阵，我就已经无咧惊你啊。今仔你做鬼，我更加无咧惊。我一定查出像你背后了闭鬼闭关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真义，你甲李远轩等我，我等来报仇啊！我会为恁好好介绍地府是做甚款。我约好时间已经到啊，现在到即马还未看到人。阿国这几天拢住伫阿亮遐，真罕咧甲我联络。我今仔日特别叫伊一个 surprise， 互伊食看卖，我特别为伊准备的爱心便当。太谢啦！我就想讲哦，你应该想要买香水百合，所以我就先去市场买啊。你哪知影我要买香水百合啊？这是阮姐上爱的花，我本来拍算等下要去买。是恁姐姐哦，捌甲我讲过啦。
你讲哦，恁市场买比伫你花店买搁较俗呢，而且我买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啊恁姐姐哦，一盖香水百合，伊对这包装哦应该没有意见。爱心便当哦，应该叫阿哥替你传唔才对。阿哥也要煮菜，你唔知哦？好，这阿哥哦叫杰克修理一下哦，即马开始家庭主妇模式。好，伊煮菜的手艺哦真正有够赞，而且伊即马逐工泡澡哦，拢会替洛伊传早顿，阿本洛伊也好去。即马佫开始大考啊！我到即马，阿哥唔捌食过阿哥煮的菜。照你讲哦，这阿哥应该爱功夫真顶，甲你烧饱唔才对。哎，想到顶多要对路一下，你还好啊？啊！刚的行为去杀何路伊，唔才发挥这种爱情的力量。伤心叹过。照你讲哦，这阿哥应该爱功夫真顶，甲你饲好饱唔才对。哎，想到顶多要对路一下，你还好啊？啊！刚的行为去杀何路伊，唔才发挥这种爱情的力量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哎，对查甫人来讲哦，无什么无可能的啦。你唔捌听过一句话哦？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夫。这看会到、吃袂到的菜哦，上香啦。而且哦，我即摆想想的哦，这路伊根本就是迄米其林三颗星 class。那功夫姐哦，只会当算迄路边摊啊，迄种百元快炒。百元快炒。金路边打百元快炒的中破塞嘛是米其林。嗯。好，既然今仔日是若曦的名单，来咱两个来去甲伊联名。小林，妈妈袂予人害死。姐，我来看你啊，今日是你的生日，阿姑有帮我做些蛋糕予你哦，唔知啊，敢有合你的口味？若雨，你这么用心。我想，林姐姐哦，一定会做欢喜的。
到今嘛，我阁无得证明是正义甲李文轩甲你害死的。阿姆哥，你放心，我得继续查落去，我绝对会替你报仇。阿哥，自从顶届妈寄予我一张批了，到今嘛拢无消息，我真正足烦恼伊的。你一定要保庇伊平安无代志。若雨，你阿公唔知阿妈早就互你完全害死啊！阿唔过，阿你无的确对你是好的，至少你醒过来，阿佫有希望。我真正唔敢想，若是你知影真相，会有我尔痛苦。其实嘛，伊真唔甘愿。伊讲，伊上惊水啊，想要搞迄个可恶李婉萱，竟然阁予伊害中。啊，偏偏我阁袂当讲出真相。我来的勇气，阿唔过，爹要找到凶手之前，我绝对好好活落去，我绝对要替伊讨回一个公道。胡若雨，我想吼，恁姐姐一定希望你能好好活落去。卖有受婚，控制家己。金钟伯，你送啥？你甲洛伊做伙来看老师，无先甲讲一个报备啦。你这样不行，人讲阮是要去烦恼的哩。会，是嘞。不要紧啊，今日大拢是来看洛伊的。啊，不过阿哥，即摆咱两已经在交往啊。我唔是无信任你，啊，不过两个人要做伙。上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任，还有坦白，所以我希望以后若是有这款代志，你会当先跟我讲一声。阿国，咱有做什么未尽心的代志啊？以后不管你要做啥物，我先跟芬姐讲一声，她袂误会，知无？我知。在会唔好咧生气，啊！若无我真正对不起阿国呢。啊，只不过要甲会英相处，我就是感觉怪怪啊。啊，这是要安怎啦？阿那个，阿七陪陪点样安怎？我拢有点过啊，无问题。好。啊，张锦一批，张一批在这边。大哥，哎，咱这医疗口罩这数量敢那唔对呢？头家，歹势啦，这安尼吼，前两三天就出过货，可能是未记得下落，再对袂啊。啊无，我来去办公室提上新的来兑换。好，麻烦你。啊好。
是哦，囥在那迄个袂记查出来。头家啊，头家啊，你开门咧好无？你今日啥款？讲实在不爽快。无呢，我已经无代志了。无代志就好。拄则医生有讲过，你是喉咙呛伤，要过一阵仔就会好起来。阿伦啊，阿恁公司的员工哦，打电话给我，阿伊讲哦，恁公司火灾，阿伊叫我车我送来遮啦。好赞哦！阿妈就紧张的啦。我紧张到后尾死，你那是有代志哦，阿妈阿妈都无要我啦，阿妈你放心，我袂放你一个人，我会陪你做伙吃百里啦。弟哟，你这个嘴哟，你拉阿妈的笑啦。你爱笑，我都放心嘛。哎，弟哦，你平安哦，
上重要哈。好啦。这一段时间搞啊，搞啊就好啦，你去忙伊。哎呦啊！哎，记得哦，你有呛伤，淋水时阵哦，卡细嘴。哦，有要紧不啦？无紧啊。你嘴唇破皮安尼，别紧张哦，我替你加油啊。虽然讲哦，你的创伤无讲真严重，要唔过你若是希望伊会当赶紧好起来，爱记一样物件唔通食。嗯。啊，搁有哦，上重要就是你即马爱做诶，就是好好养病，工厂代志卖去烦恼。你有一顶真好的冤家，会甲你斗相共诶，啊？风风口条哎，在对面处理好查查，知不？我知啊 ，OK， 都用心。今麦是吴全胜，上届是你们收啊！我相信你只要对你后边一定能找到瑞丰，阿姆你要注意哦，伊唔是什么善人信路，所以做任何代志还得小心。
哎，人这花是要交予杜瑞峰，我袂当凊彩交予别人啦。而且拄只抢手人是我的父亲呢。你会当证明这束花是你送的，那呢我就行。对待你，你竟然搁甲迄束花留诶，我会当感觉着你对我感情，我嘛就是要甲你过平静的日子。啊，不过我为着救瑞峰，还搁伫吴先生遐卧底，若是互迄个少爷知影我是卧底，伊一定会对你不利，这是我上无希望发生的代志。小冰冰，既然你
你心内对话簿阁放袂落心，那安尼是安怎唔愿意甲伊还阁真心讲清楚？我哪有啊？你卖阁死硬硬嘴皮啊啦！假使你心内无伊个话簿，你是安怎要专工找这条路？小冰冰，既然你无法度将伊个话簿放袂去，那安尼是安怎保卫着你的爱情，阁勇敢一遍？你是在讲啥啦？我甲微博拢已经过去啊。我行这条路是因为较袂塞车。小冰冰，你都在讲啥？那芒果冰最好食呀，我嘛是要食嘞。你哪个没存钱？我说你看不起 boss。别等你，那是杜恩
就给我妈处理便宜，你嘛无机会回来，我妈就袂死。我那是你啊！啊啊啊啊杜伦德讲，用这种群众傲报，根本无得骗我。你可以等呢，我一定会看到。伊安尼做，是甚么款下场？安姐，娘。小心哦，要瞄准那边。小心，叮当当，这嘛是应该啊，点头是你啦，爱记的，好好照顾家己，知无？也算讲小兵选择别人啊，我对伊的爱，还是永远袂改变。我只是人，把他爱小兵起来。接不来话，我买个这份爱，永远看不外心的。你刚生完，你看到烈性，我相信你跟小兵下班有个社会。姐姐。
你唔免甲我费事咧。即摆我烦恼的是，大兵会伫身上歹，你照顾会甲别人照顾。所以我决定，暂时为着为你的代志，咱两个人尽量莫再见面。啊，不过安尼，老公，别多讲了，我已经答应了。我承认，老公这句话，我的心做假。啊，不过若因为我的错，如果为了你，我愿意安尼做，我嘛会尽心做好你。你唔免感觉你对不起我，啊，不过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赢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我自己。其实这阵啊，我足烦恼你的。我常常在想讲，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你？啊，不过却惊搅扰到你。好佳哉，你搁较好啊。若无我的话，袂收。月波，其实我知影，你留伫我身躯边。因为你不敢伤害我，啊，不过同情跟爱情是无同的。其实查某囡仔拢希望会当拄到一个真心爱家己的人，所以我决定要追求属于家己的幸福。你敢会足好啊？我当然会足好你啊！我相信，亲像你这样好的查某囡仔，一定会拄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。好啦，安静了嘛。你赶紧找我去登记休息啦。登记啊嘛，我嘛感觉足忝的，我想要登记休息。伊个误会讲，你对伊有意思，所以你在联姻到时阵，伊讲就烦恼讲伊的贞操会有危险。我真正感觉哦，阿亮应该去看医生才对。会啦，你千万唔通听阿亮在后边讲的。若雨对我来讲哦，只是一个小妹，啊，我是看到伊哦，一人作孤单的，所以才想讲陪伊看若曦。啊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哦。你比若雨还少岁呢，你还讲你家当作是小妹？你看我啊，要跟你约会哦，紧张啊，连话拢讲唔对呀。若雨当然是姐姐啊，啊，伊甲建廷哥哦，只想做照顾我的，所以我希望哦，有机会来甲斗相共啦。
们上柜的套餐。好，马上帮你送来。阿伯，你跟以前真正拢无共款啊嘞！以前咱若是约会时阵，你拢带我去食路边摊，啊你毋是无钱，敢讲你着乐透啊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人生短短，你永远毋知影是明仔载先到，是意外先到。阿尊讲啊，有一天你拄着意外，啊，佮有做些代志还袂完成，那呢，你毋但会有遗憾，就连留落来的人拢会足艰苦的。所以我才想讲哦，爱把握当下，啊，毋通甚物代志啊，拢以后才佮做。这真正无像你会讲的话呢。我是想着若雨，看到伊伫为了因在这将了艰苦，我做唔甘的。秦松国，你刚刚是不是跟你想牌杂货？你讲，你最近想怎样弄出渣男和若雨家？我是你的女朋友呢，我哪唔捌加过？你讲，你最近想要害你关心若雨？阿吉东，你向我想过错啥条啊？其实你介意，是参照若雨安尼，又是不是够温柔？不管你怎样过，拢唔捌叫我功夫姐啊！你莫袂想啦，我是因为哦，甲你交往了，想讲会当直接叫你的名。敢真正是安尼？你敢知影？自从你去大阿亮因家了，我拢一直感觉足不安呢。因为你规个人拢变一个款，你常常对我有够冷淡呢。我咧想，你敢真正参像阿亮讲的？甲其他查甫人拢同款，着到手了，就感觉无重要啊。阿哥是为下当甲我斗相共的人，啊，丁义哦是我的贵人呢，我袂当颠倒，拍歹伊的姻缘呐。无啦，我绝对唔是迄种人啊。慧，你想要创啥？你毋是你想要怎啊？他说你也是爱我，只有今晚证明给我看啊！虽然这个身躯哦是阿哥的，啊，不过灵魂哦是我呢。哎呀，安尼真会瘾哦，我实在是足奇怪呢。不过那是无真，阿哥真无简单哦，才甲会瘾做伙。你就给我破坏啊！伤心叹五无中，我用你来照镜，你的情藏在哪？我就是无介意查甫的，是要怎替阿哥渡过这关啦？阿舅，阿伯，你怎啦？我刚感冒啦，哎呦，拢怪阿亮啦。暗时啊时阵哦，迄冷气开伤强啊，害我感冒啦。喂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我就是惊讲吼，迄感冒会传互你。所以才无直接跟你见面，是的啦。你感冒奈无甲我讲啦，我想替你赞美，替你传一罐药啊，甲你补身体啊。唔免啦，我有吃西药啦，阿麦甲中药男做伙食，啊等我若较好哦，才互你补。歹势。不要紧啦。照安尼继续落去哦，慧英哦，伊早晚会怀疑的，唔知影我阁会当稳嘛偌久？
暗进行秘密特训，确定三十分钟以内赶到幽影。慢，是讲要进行什么秘密特训？暗卡电话暗传信息的，这钟老师哦，真正出头够济。三十分钟幽影地，会袂有哩。喂，手机阿你响。阿亮，喂，阿亮，什么代志？喂，阿哥，阿你刚收到钟老师的信息，讲什么三十分钟以内哦，爱挂到云顶特训。秘密特训？无啊，啊是伫个对一间游泳池啊。哦，一间哦，一间我知。哎，阿亮啊，唔过会那我陪伊看电影，我跑到过伊啦。哎，阿唔就刚出我一个去尔，哎、欸，唔是啊，哎、欸。阿亮，阿亮，阿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哪唔讲话啊？阿亮。既然跟我痛哭，害我摄影组摄到媒体去，现在留在我手头，看我安怎让你留下难忘的记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奇怪，阿亮跟我讲电话，好像我没声啦。当然是电话歹去啊。应该不是啊。啊，在伊没声之前哦，我怕听到伊爱一声呢，敢会出代志啊？会呢，是嘞，我刚刚无得陪你看电影，我游泳池哦，找阿亮啦。哎、欸，我一同再去。免啦，今麦还阁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刚刚有危险，我是一人去就好啊啦。那呢，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我知。谢谢你。我先来哈。奇怪，是里面的无讲要特训，谁叫伊来啦？你哪会做人伫遮？刚刚。阿亮是去学伊骗来的，系啊，阿亮一直出代志啊。
那是谁啊？那黑鸟是？看来个面是面是啊。我去，这就够了。阿弟啊，多谢你啊。我就是讲，我就袂温死啊！原来我伫水内底看唔到，雄雄就是讲是一个水草花那救我，啊，不过就算我是兄弟嘛，袂歹啦，会当活落来就好。今仔真是麻烦啦，小兵甲后勤总吴全胜拢为坏，唔知敢对瑞丰不利。电话卡无存的手机，伊个唔接。视讯定位，一定是瑞丰那边卡来。吴先生，你有什么不满意来找我？你要我哪做，我拢愿意配合。你莫针对瑞丰好不？对的。现在请通过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失去我妈的痛苦，比你现在失去过听一百回。吴先生，你妈妈过身的代志，不是我造成的，我有哪真危害？你怎啊讲未听？我不会听。杜文德，我关心的痛苦不要紧，我心情没办呢，所以。要等我这么心情好，你给我磕头，你给我跪下来，我在开会考虑帮杜瑞丰走啊！你别听伊的，你别听伊的，安吉。报告主任，你帮瑞丰说。吴先生，我已经跪了。但是你感觉我跪也不够，我应该你磕头。我拜托你，你帮瑞丰说。安吉，我杜瑞峰较清醒。杜瑞峰，你千万别出大事哦！你看，恁爸拢阿跪了，搞磕头呢。做决定，我要继续陪你生活去。
当对付说，你哪个小人是陪你吹过？你要点名。杜文德，那怎么叫谁？不是你晓，是我决定被人抓上。杜文德，警告你，那是后摆，你个派人跟上我。我就杜立峰，不同款痛苦的方式，伊是不是挡会掉？我就唔敢保证。你有听清楚无？了解，绝对袂过阿平啊！吴先生，到底你要安怎做？你才怀疑棒槌封锁？杜仁德，你是着急啥啦？我就无着急啊！只要等个。看什么时阵，你万一全部配合我，咱再来讲。到时哦，看你做啥，我自然跟你讲啊。表妹，再见。来今仔提掉，而且永远消失伫全省面头前。万珏，那是一条不顾性命的。这也不是你的孙啊！假使你有良心，够有别人的囝，
无要顾虑家己后生，爱来准拄煞。万全根本唔知影，苏慧巴肚里面囡仔已经无去啊！伊即马开出这条件，确实是在伤害着苏慧。我是不是应该先答应伊，然后再看苏慧输的？但你无虾米好讲的。等等，虽然是不顾性命，不过我也是愿意跟苏慧讲话的。已经过身啊，即马无人会当让吴全胜有顾虑。看起来，我嘛只有当继续给吴心勉强来牵制吴全胜。啊，不过煞要安怎做？我还是要紧找机会和百人参详。啊，若无，我惊我给吴心这个秘密也藏袂掉。准备叫瑞峰，但可沈曼娟还没讲条件。爸，你来把这个小三抓来了，我无想要见到伊。吴淑慧，我不管你今麦拜托来，是不是真有心？要唔过慢慢喊你费精神比较安泰啊啦。阿姐有话想要跟你讲，来我来做见证。啊，若无，你继续我爱看你想继续做外面。淑慧，啊，即摆这间病房，大概咱三个人伫个，所以所有代志啊，我拢托袂讲。你嘛知影瑞丰即摆吴全胜关起来，你随时有性命危险。我真正是无报啊，我所以我才去找曼娟。俺哥曼娟。希望你能放弃你爸肚里面的囡仔，永远离开吴全胜。相信看我，我用泪来照镜，你的情藏在倒何地看？希望你能放弃你爸肚里面的囡仔，永远离开吴全胜。阿林小文一家到三江。去扣跟吴全胜，才能帮瑞丰查。沈曼娟，你嘛是节奏妈妈的人，这心肝内这么恶毒，竟然三番两次要叫我把囡仔提掉。我只是爱你认清事实，全胜伊无爱你，你想要硬要叫囡仔解决掉？沈曼娟，你真正误唔对啦，唔是我把吴全胜绑掉的。是伊无像杜瑞峰，家己将家己绑掉嘞。在法律上，我登记的配偶是杜瑞峰。讲起吴全胜还是单身啊，恁两个是真正相依爱，还是会当结婚？讲起来是你，我都说服吴全胜，因为伊阁无愿意放弃做杜瑞峰。其实，伊嘛无你想的遮尔爱。你本是要删了我跟全胜的感情，那是因为你巴肚内有一个囡仔，你才放袂落。伊即马离开，伊的新生囡仔伫法律上，就会变成瑞康的囡仔。所以我即马来替伊解决这个问题。你会用自由，我马上靠近全胜，帮瑞丰上，得各取所需，有啥物唔好啊？淑慧，我拜托你了。吴全胜若是继续虐待瑞丰，安瑞丰真正有性命危险。爸，天下父母心，你烦恼你后生，我嘛烦恼我的囡仔。虽然讲吴全胜伊无爱我，但个囡仔是无辜的呢。而且伊嘛真唔望这个囡仔出事啊。吴淑慧，你卖讲对全胜遐去哦。
规定外表那真简单，一命换一命。你的囡仔华瑞峰，袂用一句话。这件代志是我一个人当决定的。你的囡仔也是吴先生的。我现在就敲电话问伊，讲你想要害死的囡仔，看敢会答应？我不准你看，不准你看，秀。沈曼娟，你跟吴先生不能拢是恁家己做起来的，你跟好意思怪别人头壳顶？只要吴先生愿意帮瑞芳回来，个人个人个人的身份，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吴先生的囡仔，你敢拢有结果啊？你是想要名正言顺做吴全胜的太太，那安尼你等于控告吴全胜，继续把瑞芳放回来。我跟你讲最后一次，假使你坚持要让全胜的囡仔，我绝对袂控告你放瑞芳回来。所谓其实你跳过安尼试着曼娟，对这件代志并无帮助的。爸，我知影你烦恼瑞丰，啊，不过吴全胜甲沈曼娟，因拢是反起反倒，讲话无算话的人。甲因讲条件，根本就是欠亏欠油单啊。这我当然知影，既然瑞丰就是软心嘛，所以才相信曼娟，起码再个轮到伫吴全胜手里。不过我是烦恼瑞丰的身体袂堪的，唔知会当坚持到什么时阵。所以我想讲，规日你把带给我囡仔，这是假的，规日摕来做交换条件。爸，我了解你的意思，我唔是不愿意配合，只是我那是照你的想法去做。吴全胜，伊嘛无可能为着沈曼娟放弃荣华富贵，伊既然这么爱钱。等你辛辛苦苦想要见你妈妈过身去，伊拢讲唔愿意偷偷去替伊旁道，我不愿意承认伊家己真正的辛苦。所以伊讲伊爱沈曼娟，伊爱伊妈妈，这全部拢是借口。你讲的真有道理。爸，吴先生今麦未提到亚洲集团所有的股份，所以伊需要一个会当威胁人的基地，可能。以后瑞丰受一寡规划伤，才怪我咱紧张，我咱唔敢。不过至少伊袂敌瑞丰的命。等到时，我有心这件代志，是只有伊会当威胁吴全胜。咱一定要好好利用，袂当凊彩放弃，安尼唔才有机会会当把瑞丰救出来。真啦，这小杂毛啊，小袂停，差点要抵我的命嘞！这女魔头，把害人当作女神一样，一天无害人哦，规身骨上。这李婉萱，我们的小杂毛啊，早晚啊会受到报应。阎罗王早就已经来处分了，到时阵圣忠孝一定会有好看的。十一点哎，哎，不管遐尼啊晚，是讲会当看到明仔日头，马上好运啊哈！阿哥，多谢你啦，搁走来救我。阿那无，到时阵我若变到水鬼，去找你，你嘛麻烦啦。哦，哎，当十一点啊，是会到。我头一个名单就要安尼过啊，真正有淡薄仔无甘愿呢。阿爸，阿你先啦，看起来无啥欢喜咧，是不是因为你拄只跳落去做的球啊？阿起来时阵，规身躯淡薄仔去洗尿房的时阵感着啊？无啦。啊，这么天气这么热，辛苦淡淡吼，较凉啦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哎呀，
不过你面是怪怪哦，敢有什么代志咧无欢喜哦？爱讲嘿。我真希望哦，有一天会当甲我家己的查甫做伙过生日。我即卡即马算是做伙过生日啊，敢毋是？阿哥，你慢咧聊，我今今仔上个戆戆笑，你安尼我会惊你。无啦，阿亮，我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你会当替我达成。三八兄弟啊，你怎叫我的性命呢？你爱我替你做啥哦？你做你开嘴，我绝对两肋插刀，只要你讲得出嘴，我就做一个。真是啊。今仔夜晚，仅剩一点钟尔，我希望你会当陪我。这种要求哦，敢有较奇怪呢？假使讲哦，你是要跟我借钱啦，还是讲爱我请你吃一顿好料的？你用妥当无问题。啊，不过你讲这共度一小时这种要求哦，未算是一种什么以身相许，啊，不过有什么苦衷做未到，你才要共度一小时哩。哎呀，我你是不是杀掉我哈？哎呦，杀你的头啦！你是在想啥？我是因为啊，原来本来要会你约会，为了来救你，才跟伊促销，你敢那么伤怀疑呢？有时候在想讲，利用这段时间问你一挂谈妹妹的交手，恐怕该当我会怀疑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以后讲话讲重点嘛，害我惊到要死哩。当然嘛无问题，是讲话，咱是等于换技术啥？算了呀，我带你死过老老的，先煞家己拍妹妹绝交，全部拢吞落你。阿亮，阿你要站外队啊？小等一下就开啊！即马，先甲嘴合起来。阿亮啊，你怎会用大动脉啦？我弄着鼻啊，够疼的啊！唔来，我拄则叫你嘴合起来，就是惊你去夹着嘴子。啊！你不是爱我跟你打妹妹绝招，这就是其中一招，雄雄打洞啊！国父坐就会未负欢迎，多人黏在你的脚趾边，就伫咧这个时阵，嘿嘿嘿嘿嘿，恁两个人会当讲是邻居哩。嗯，哎哎哎，迄、那个刷落来迄个是恁男子汉的欺骗。用温度的、霸道的语气对伊讲，刷落来这个王子不晓得，你来说哩，把你的手交给我，给我揽掉去，因为我会惊，惊你若是无说哩霸道，到时受伤我的心会痛，也都你伫我后边。头前的风，我会替你砸掉的。哎呦，你有够老套的，老套还老套，有效上重要。吼、哦，电影落来播你无咧看，迄刘德华就是安尼红的。哎呀，哥啊，查某囡仔手哦，甲你揽条条哦，这时阵哦，因心肝就有一种。怎么都你挖苦的尴尬？啊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然后就继续骑，然后就继续流鼻水，然后就继续找较水的风景，然后嘞，行啦。
会夜游，感觉是这么浪漫。像咱即卖伫遐尼高的所在看夜景，风足大，一寒。这时阵，你就爱甲外头转来，替查某囡仔满意。啊，不过，你得互伊发现着，其实你嘛会寒，互伊知影，就算讲你会寒，嘛甘愿送温暖互伊。这查某囡一定会足感动。哎呦，阿亮，你讲这哦，拢是用心机的傲步啦。我是想要认真谈恋爱嘞，这不用真心，那也算是真爱啦。哦，真爱哦，啊，你状况就无同啊。卡叔讲是你讲的真爱，开好多摆时阵就唔免雄雄打动啊，伊的手哦，自然就会冷掉掉。啊，天气咧寒的时阵，你嘛唔免脱外套，外你家己冷调调，两个人做伙温暖。讲到一句，真爱就是，只要踮伫迄个人的身躯边，就算讲什么代志拢唔做，你就会感觉着甜蜜、幸福、快乐。阿亮讲的，应该就是我即卖的感觉。只要会当站在阿亮的身躯边，就算伊啥物拢无做，我嘛会感觉足欢喜。我手机啊，我管是条手机啊，可显卡落地啊，你做几下？为啥？这应该是追踪器，给我手机打卡去了。白上帝，又是无数回来。我要告你莫龙子，告你大逆不顺。大罪，大罪，你大罪！我们告你警察了。你要是不要做对付啊？哎，都得我想看。李文需要学习，这马是绝境。哼，这因为你啊，爹爹啊，哥在说警察，他是练包包，保持追踪器有底，是真爱手机啊。安尼就无好啊！太无聊啊！我是要提醒来给你的啦。李文，你是 B 型的哦。我是 B 型，安怎？你是 B 型，我跟你妈妈拢是 A 型的，你哪可能是 B 型？李文轩，我可能变老眼了。日落的黄昏，迷人的时阵。红红的太阳，金色的沙轮，海风吹，引阮心思去弹一支的爱的舞裙。加油袂困，心肝乱纷纷，想你到天光，一段一情换来无尽的离魂，伤心淌落。